红军是吧？小野，我知道。揭晓一下，局长大名，局长大名，我们的小野。小野，小野你好，很可爱。带你参观一下。好的，这边是我们的厨房。啊，OK， 不错吧？不错，哎，这边就是我们工作室。厉害，厉害，厉害！还有我们的照片。哎，哇，丫丫，漂亮，这个好看呢，漂亮，喜欢。这是我们的那次古装主题。帅，来，走吧，我们过去我们沙发区。好的，走了。哎呀，看到琴了。琴，还有那么多乐器。真的，哎呀，要搞音乐了。A music。那怎么弄？咱们词不是还没写吗？现在有两段词需要我们去完成。然后我们也是像昨天一样分组，去把这个词去写了。 那搁这样吧，最后一期了，咱俩一组吧，咱俩一直都没有一组过。哎，对于我，好像真的哦，从来没有跟你一组过。你们俩一人带一队呗。那就是。佳媛，小婉，你们多动症，你们和丫丫去找特别的宠物。可以分两组，我先跟佳媛分开。哥，你要跟我分开。别哭，别哭。 我不知道为什么，从来没有咱俩一组过。队友把我分开，真的是。那我们三个一组好了。好，可以。好，开始。第一题。这个怎么说呀？几个字？四个字。肚子。痛。饿。对。嗷。哦，张学友《饿狼传说》。对。厉害。 这是我的歌，我自己的。几个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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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个字。在，我在这儿抓，在捞。啊，不管了，日落。月亮，太阳。啊。 日落，对，日落，对吧？日落，日落，我知道日落，不就是那什么鬼呀？日落要出来，哎，快快快快快！什么日落要出来呀？佳媛，这个就叫告诉你，以后的歌名要简单一点。去简单，对，去了。哦，这个我很三个字，三个字，对，给来，给我。 给我乖，给我，给我，给我跪，给我跪，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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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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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给我乖，哦，你的歌就给我乖，你给我乖乖在。 几个字？五个字，五个字。我的歌，我的歌，你的歌，烦死了，烦死了，烦，对，烦，烦，对，烦人，烦人，哦，烦人，烦人，对，你跟他不是一个对儿的，咱一对的，给你急的呀，懂，不懂，不懂。 不懂，烦人不懂，哎，对，烦人不懂，哎，对，哎，好歌，哦，可以啊，几个字，四个字，热，神魂颠倒，神魂颠倒，神，神，口型，神，神，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神，神，神，对，魂。 魂，神魂，什么？神颠倒，对，冲浪高手。好，下一个，十一个字，要吗？十一个字 ，OK， 猜，没所谓，十一个字，来，还有一分钟，对，还有一分钟，我喜欢，喜欢上你，什么？ 马上就要到时间喽，马上就要到时间喽。喜欢上你，我喜欢上你。对对，
你上就这样上不就好了吧？七，活动，六，活动，五，活动，四，活动，三，活动，活动，活动，一，活动，对，有幻想上你十，没有了，我喜欢十，我喜欢上你十的内心活动，哎呀，哥，我说十一个呢，你不要搞，这样的，答对四个，佳姐加油哦，好。开始啦，第一题，两个字，来，东，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东南西北的东，方，东方，厉害，四个字，花，对，花，样。扭，样，花样年华吗？哎呀，你们这边那么容易啊？三个字，是，对，是，吹，风，吹，风，吹风，风，然后冷，雪，整个是什么？是风雪。啊，哇，厉害哦！第四题。OK， 四个字。四个字。到。到此。我来这里看风景了。到此一游。到此一游 ，yes， 哇，那么厉害！第一个一，哦，第一个字是一，路，上北下南，又来这招你，教你。北，一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一路北，向，一路北，向，一路北，向，一路向北，一路向北。好，到你家。好，我来。我可太厉害了，我发现这个游戏是个很好的开嗓练习。花样，羊。活动，音乐节我们之前就玩这个游戏，开声，我们一直很大声在喊，我不知道，因为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嘛。对，我发现这个游戏是个很好的开嗓练习。花样，羊，活动，音乐节我们之前就玩这个游戏，开声，我们一直很大声在喊，我不知道，因为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嘛。对，你还有什么游戏？我还有一个游戏。唱出含有特定歌词的歌，两组所有成员坐在饼干垫上挪动至指定区域进行抢唱，当某一位成功抢唱含有该词语的歌曲呢，积一分，唱出越多者的组约获胜。来了，开始了，来，含有红的歌曲，红，小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对了，张嘉元得一分。OK， 好了，刚刚已经示范完了，现在正式开始。什么？我们答对了一题。好，第二题哈。来，还有野的歌曲。野。姐，快点，姐。有了 ，OK。你唱。你也爱我吗？哎呀，耶！不是耶，是你。你没说歌同音啊？耶，必须要再含这个字。同音不行吗？不行，哥，同音的字太多了。OK， 回去吧。
没有人答对啊，这一题没有得分。咱们来个简单点的吧，好感觉好。还有你的。对你爱爱爱不爱啊，对了，好，各得一分。我刚刚还推了一把呢，刚刚姐快点，姐快点，有了 ，OK。你看两个人队友啊。对啊，他拉我呀。我只想找一个支撑点。互相折磨。智相残杀了，现在。我明明是领先的。现在专家原组得了两分哈，好，我们加油。关于喜欢的歌。哎。哎呦，俺蛮喜欢你。关于去的歌曲。有。南山遍野开满花。去。你刚不说野吗？没了。去啊。好，下一题，下一题。关于爱的歌曲。爱。用手。手不能离地。犯规了。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休息啊！没想到一大早啊，这么体力的活动。爷，没事吧？爷，我今天节目已经录完了，结束了今天。我们拉过来吧。我们坐下来，我来公布一下结果。抢歌词比赛中，哥跟佳媛获得胜利。那我们一比一，我们怎么去选那个歌词啊？我们还是要决出胜负吧。有没有一个好的游戏，去决定我们的胜负？好的游戏，那我们就套圈儿。要套圈，我们去泳池吧。去泳池，哦，去泳池可以哦，泡一下。没有没有，说什么不能出什么。石头剪刀布的什么？比如说石头剪刀布的石头，你不能出石头。他也不能出，就是你念的那个，你们俩都不能出。石头剪刀布剪刀，哎。石头剪刀布石头。石头剪刀布剪刀，石头剪刀布剪刀。好，胜了一局，三局两胜嘛。好，你来，哦，轮流。哥，你来不？跟他来一局，你们俩白头一下。好，谁先来？你先，我先来吧。石头剪刀布石头。会玩这个，再来，剪刀石头布剪刀，哎，我赢了，我们输了，对，但你们输了，那我们有机会先选，那叫什么来着？那个羊驼，驼驼，他不能吐口水吧？驼哥，能进不？驼哥，我进了啊，我感觉好像他不是很在乎我们这，哎，我的朋友们来了，哎，有声音了。是谁？嗨，欢迎光临。Hello。我们来的主要任务就是来为李宇家族创作这首歌曲嘛，大家之前都没有听过，我们也是比较临时去创作这首作品。我们更希望的是把他们自己在这次录制期间这段美好的经历，一些那些细节写出来。这是我跟冠廷送给各位嘉宾的一个礼物。让进吧，我这儿是看门的，这儿一个。那是叫小野。野哥，小野，野哥。嗯。啊，我现在找了两位外援啊，然后一位王啸坤老师，一位是郭冠廷老师，然后他们负责我们的这个歌，嗯，他们把这个曲编好了，那剩下那一部分就需要我们来写。要不我们现在来先听一下这首歌？好，可以、啊。行啊，行啊，发给我们听一下吧。咱们都没听过呢。下午录的时候还会有新的编曲，嗯，现在在编，这不是最终的，这不是，这是 demo。这两句应该是，对，这两句应该是一个人唱，对，嗯，然后再换人，是的，就突然变轻快起来，前面是比较延长的那种。这是后歌，这里就是副歌。
一假声，气音。你喜欢唱低音吗？男生一般都是低音。其实很简单，嗯，对你来说，别搞。我想问一下，那个填词的部分应该不会是歌词最密的部分吧？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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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们是要填这部分吗？所有啊，所有吗？对，我们两个一个字都没动。先睡了。老师写了一些，但是只是没有录进去。对，那个只是参考，那个不是我们的那个。还是希望你们把你们自己那个这次节目里边一些经历啊，写在词里。那肯定肯定。我觉得可以这样，你们提供关键词，然后我们来给它串起来。可以的。所以我们把那天你们给的关键词全部串起来，然后把它流利的写成歌词。嗯，比如说在我们节目里面，我们说一些很好笑的话，或者是记忆比较深的词出来，是能不能看能不能加进去这首。记忆深刻的天气啊，什么比较记忆深刻的活动啊，因为每一次你们都办活动。对对对对对，我就是属于一个帮大家理一理你们的回忆，就是以提问题的方式来问他们，让他们把当时的一些情感跟当时的一些小细节能回忆起来。我听完觉得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为什么做这个也挺有趣的主题都要带进去，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平常大家在这个社会当中工作啊或者是生活都很大压力，所以就想搞这个节目让他们来放松，一起去演一下，我觉得必须要这方向要带进去。嗯，是的，先写立意再写记忆。嗯，然后把记忆写得更具体一点。我觉得对，我觉得我们比赛归比赛，我们刚刚玩的游戏归游戏，嗯，但是写歌的话，我们必须得，共成一条心。对对对对，咱一块儿写，不要变成一种竞争。嗯，对。对。你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画面？我们第一次见面在草地打招呼，然后来回来装修。然后，那天王冕卓璇大片的草地，有花，有很多花。有花儿吗？也有风，那天有风，有风，风很大。我现在写了五句，我写的词是：初见的你是盛夏的风景，忘返之际全意投入在这里。就是我把这个四字拆成了后面两个字，流连忘返把流连取掉了，全心全意把全心放掉了，就是忘返之际全意投入在这里。然后下一句话是：幼稚鬼的我，不成熟的你，花田和草地肆意散发着意气。是不是会比较贴一点？因为我老贴了啊，老贴了。幼稚鬼不是我吗？对啊，不成熟不是我吗？花田和草地不是我们初见的时候的样子吗？对。那个 C 是哪个呀，老师？开始到 C 了。我就想出来了，这个。可以啊，来听听。我不会让规则没收自由啊，好高啊，就是打破规则的意思嘛。对啊，对啊。没收自由。之后呢，我把活动也放在了歌词里，是啊，也回忆童年，猛犬多阳光，搞一场多巴胺在身体上的狂想，国风的市场，花火在天上，下着雨。咧着笑在泳池中水中浪，那就是国风跟休息日的。张嘉元是一个第一很有主见，很有行动力，尤其是写词的时候有一种属于这个时代年轻人的一种朝气，还有两句话就吃饭啦，有那种天马行空的想法，并且能够很快的变成可以看得见摸得到的那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他身上一个最闪耀的一个优点。写一下写一下写一下，谁写一下？这首歌全都是我们真实发生的事情和真情实感，对，我觉得要留下一个这样的作品，看也挺有趣的节目的朋友们会更感受到我们的这份真挚。那个 C 是哪个呀，老师？开始到 C 了。我就想出来了，这个。可以啊，来听听。我不会让规则没收自由啊，好高啊，就是打破规则的意思嘛。对啊对啊。没收自由，刮大风了，下大雨了，也不放弃了。
所以我们办活动叫大风大雨都吃过。哦，对，可以可以可以，放在那个副歌其中一段。嗯，就是歌词里面，因为我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一些经历，用歌词去表达给观众去听一下啊，原来我们是那么也那么开心。有点说有点不押韵。世界好大，花样年华呢？也可以，可以吧？可以。嗯。世界好大。你是想起来刚刚那个游戏吗？花样年华。是吧？也一样。也生也长，也很疯狂。野孩子一样的。野孩子一样。他野孩子一样，结尾结的挺有力量的。厉害，高，实在是高，实在是高。因为昨天我们那个运动会嘛，对，就是演一下背着太阳肆意奔跑，水中翻滚着，哦，都可以，都可以，是的，日落的余光带走悲伤，哦，嗯，成长的路上总会散场，对，重新起航。观众如果听到我们的主题曲，就会想到，哎呀，那一期驴家都去干嘛了，这一期他们去干嘛了，就是会有一些结合的画面嘛，包括我们自己也会更加的感同身受。你们办过最野的是哪件事？你们这么多期玩水吧，我觉得昨天就够野了。昨天挺野的，我觉得昨天三合一，三合一相当于浓缩了三个活动在同一天，啊，对吧？嗯，那个，哎，那个水中翻滚着也可以啊，就一句，嗯，如果因为我们在水里就不停哇打打闹闹，嗯，哎，嗯，你还说你不会写词，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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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我们拿个白板过来吧。好，牙牙帮忙记一下可能想出来的词。好。哎，那刚才那个，也一下水中翻滚着。可以。好的，哥。老师是不是应该第一句、第二句就要给他一个什么画面？是不是？是，黄老师说的是对的。一般来讲，都会写一些什么？花花草草啊，风风雨雨的，写一些那种类似于空镜的东西，让大家先有一个气氛，然后再去写一些具体的事情。你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画面？我们第一次见面在草地打招呼，然后来回来装修。然后那天王冕主要选大片的草地，有花，有很多花。有花是吗？也有风，那天有风。有风。风很大。我现在写了五句，我写的词是初见的你是盛夏的风景，忘返之际全意投入在这里，就是我把这个四字拆成了后面两个字，流连忘返把流连取掉了，全心全意把全心放掉了，就是忘返之际全意投入在这里。然后下一句话是幼稚鬼的我，不成熟的你，花田和草地肆意散发着意气。是不是会比较贴一点？老贴了啊，老贴了。幼稚鬼不是我吗？对啊，不成熟不是我吗？花田和草地不是我们初见的时候的样子吗？对。哎，别忘了离我们而去的小婉，离我们而去的，哦，小婉。我常说他那个偶尔聪明，经常愚钝。哇，老狂。好，渔民，我来玩。就是经常愚钝，偶尔聪明。啊，这个可以加进去啊！偶尔可以经常愚钝，可以啊。或者说，我经常愚钝，你经常聪明，这种，对对对，就是这种，反正就这样写吧，就是这都是灵感。可以可以，我就去写了哦。这个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事情，就是如果说我们定韵的话，一般来说一首流行歌曲是定一个韵，所以说如果说是。一破音的韵的话，可能从头到尾，等到副歌破掉，不一定，不一定，大部分副歌破掉，大部分情况那个副歌就破掉了，对，副歌就可以，都可以。你可以把你们办的那个活动的那个主题也先写下来，然后把那些总结进去写。你把每一次的活动都写上去。好，那是家园的部分了，后面 OK， 然后往下直接来吧。过风的时长，花火在天上。下着雨，咧着笑，在泳池里水中浪。漂亮，可以，这个最好，我觉得。来吧，第二句就是中歌之后的那一句。幼稚鬼的我，不成熟的你，花田和草地肆意散发着意境。没什么问题。
我是感觉花田和草地有点累败，不过还行，挺好。对对，这个累败是好的，没什么问题。嗯，那就 OK。好的，那我去了，自告奋勇。孟老师，看你呗。可以放一下我的 part， 谢谢。他的 part 在那个副歌前。不会让规则没收自由。嗯，对好。是没收的音准有一点点，就一点点像，其他还好。理所有人看透。没收，没收自由。然后下一句也是。没有人看透。有人没收。好，不会让规则没收自由。完美。也不能被所有人看透。棒棒的，过。我刚刚互相。有了。不太自然，再来一个。佳姐不服输，她说不行，我再来一次。佳姐，你这个真的挺好。佳爷就是这性格，他必须把你精益求精。那这个真的很有感觉，我觉得不错，我也觉得不错。啊，可以啊，那就下一个，下一个。胡总就留在里面，哦，你录完直接搞。对，好，自己搞啊。觉得唱得好的就出来了，那也要帮我按吧，对不对？胡老师，你可以提前八个小节在外面按完再进去录。哦，对。会经常愚钝，也偶尔聪明，永远不会闹脾气。哇，应该可以了。好，那我们直接进副歌吧。还真自己来的。夜雨下，夜深夜长，夜很疯狂，肆意奔跑，别辜负了他。完美。OK 了。丫，你要吗？你要去吗？好，我去。但是我那两句怎么唱的来着？没事，我教你，进去唱吧。好。你进来，张家园。我不要进来，我进来着急。啊，你别说话了。啊，行，我不说话了，你加油。最后一集的来怼你，怼我，我不想进去了。不要让你进来。长大了他，长大了。他就是每天都在欺负我，但是他说了嘛，他跟谁熟，跟谁关系好，就不会跟谁开玩笑，所以这也证明我们越来越熟，关系越来越好，才会这样。啊，我进去吧，那我进吧。日落的余光带走悲伤。我们不要那个转音试试呢？不转音的话就是带走悲，带走悲伤，悲伤，带走悲伤，带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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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难找这个音。就那个音很反人类，不太像直觉上会想唱的。带走。日落的余光带走悲伤。可以。在整个录音的过程里面，雅雅的进步是最大的。在她录的时候，我就一直给一些意见啊，让他知道，哎，可以怎么唱得更好。然后他的领悟能力也非常高，所以他就很快就把他的部分就录好了。可以出来吧。好。我也提过，我就有那个录音室恐惧症。哎，进去，哇，喉咙干，冒汗，可能也是那个空间隔着一个玻璃，就感觉距离很远。唱出来啊，哥。嗯。哥唱是唱出来，就有点紧张现在。对不起，大哥好帅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看电视剧的感觉。我们在这看看你是视觉盛宴。没事，你多练两遍，我们现在不录，
我们现在不录，然后你就多唱两遍，熟悉一下。棚里都这么骗人的，其实我们一直在录。哎，对啊，我每次都是这样的。一录了就紧张。夜为一冬眠，梦想多阳光，高与长都把安在身，安在身体上的，在身体。你帮哥把那个重音画出来呗，他就可以跟着那个。啊。也会一冬眠，梦泉多阳光，高与长多巴胺在身体上的狂想。多巴胺其实不用，可以忽略掉。嗯。也会一冬眠，梦泉多阳光，高与长多巴胺在身体上的狂想。哥，你现在可以再稍微轻松一点唱吗？就是可以就稍微有点律动。好，这首歌没有家园在我旁边录半天都没录好，因为他不停在叫我嘛。什么数那个拍子啊，所以家园很好，真的，他很专业，还带着我一起唱。宗泽哥他录之前跟我说他有录音室恐惧症，我说那哥我肯定帮你，我自己在团队这两年也学了很多录音的技巧，我这个地方擅长，我一定要帮到哥哥们。可以，来吧，一起吧，加油，拉吧，我唱低音吧，你唱高音啊，啦啦啦啦，哦，好吧，来，咱拉拉了一遍啊，啊，来，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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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们几个人一起在那合唱，我们就会有点回忆杀吧，有被戳到。好，佳媛跟那个黄老师尽量再往后再走一点点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再换一个位置啊，黄老师跟佳媛站在两边，好，可以。反复的重复副歌，让大家能够跟着一起哼唱，简单的旋律，然后让大家更能记住，然后给大家很多空间，让他们去把自己的那个美好那些记忆写在里面。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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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齐心协力，我觉得。共同去做一件事情，包括我们合唱也是越唱越顺，越唱越顺，就像我们磨合一样，也是越磨合越好嘛。可以了，完美，可以收工收工收工 OK 完美收工，辛苦了老师，那个我在后面那个编曲那个提一些意见，最后拉拉拉拉一点点渐落，我们会找一些我们之前的欢声笑语的素材，哦，可以，然后到最后安定就是也挺有趣那种，当时一开始的那个口号放在最后做一个安定。行，那今天就收工，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辛苦了，各位台长，还得回去彩排了。好了吧，走吧，那我们回去检查一下舞台。好的，来，再彩排吧，先休息一会儿，请坐。没有，你们今天才来，别，回去回去，你跑哪里去你们？没有，我想说今天才来嘉宾，我想让他们往里坐。都可以，都可以，没所谓。来，您往里坐。我。啥？我这旁边都不想这么坐。来，我坐。就嫌弃我弟弟是不是？对。哎，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不小心说出了。来，来，先吃点，喝点的。好好好好，今天大家辛苦了啊，老师们辛苦了啊。佳媛，我觉得你挺有心思，就是因为这个音乐节是你准备的嘛，然后这舞台也真搭得非常漂亮，对对对对。但是今天因为从录音开始就可以看得出来，佳媛就是很用心的，对对对对，很用心，想要把我们最后这个音乐节弄得很好，要呈现的最好，就是。但是进去录音室就是把我的阴影勾了出来啊、哦，他的阴影有录音室恐惧症，为什么？就还没唱就冒汗，真的是这个我明白。你唱的每一个字每一句也是大家得听得很仔细，啊、就不会混过去。那你上台会紧张吗？会啊，我是觉得上台没那么紧张，对吧？对，因为我觉得跟。下面的观众互动，有互动，有交流，反而没有那么紧张，还是兴奋，不是紧张。我都会觉得比较嗨一点。录音棚感觉外面在监视你。对对对。那佳爷，佳爷，我就觉得他是一上台，不管上台，他都没有出声，他就说，对，对我来讲哪有一样，什么都不紧张啊，是不是？我觉得紧张可能是练习不够。才导致你身体会有一些自然的反应，因为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练习的不够，所以你可能会慌。所以我现在很慌啊。我更慌。对啊，这
今天写的词今天录，明天表演。哎呀，我的天哪！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哎，对啊。两位老师呢？两位老师呢？对啊，今天录音，说一下你们看我们录音的心得嘛。实在是高，跟你学的今天实在是高，你学的今天高。我最深的感觉就是听你们最后拉拉的时候，拉，就是因为第一遍听你们拉的时候就特别不齐。最深的感觉就是听你们最后拉拉的时候，拉，就是因为第一遍听你们拉的时候就特别不齐。拉了五六遍吧，然后就是到越到后面很明显的在那边听，就越到后面越齐，能感觉到就磨合了，就每个人都在找对方的那个点，然后往中间靠。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挺让人感动的一个事情，确实，就你能感觉到，在这个过程里面，不知不觉间，大家都在互相牵，互相更熟悉的这样一个，互相成就对方。这个是我今天感觉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瞬间。原来我们无人当中也有值得感动的点，好感动啊！这么唯美，突然间落差那么大，天天互怼，没想到怼出感情来了。就像我们明天，你对音乐节的一个大概。流程想法是，我们这个音乐节应该要搞一些跟下面观众互动的。哦，对，明天有观众哦，对哦，对，没有300个观众，他们说300吧。啊，咱明天都谁唱啊？都唱。我跟红军可以来一首。可以啊，当然可以啊，这是我港普普通话唱歌，港普港普，对，直接粤语吧，这样版权不行。走吧，我们去彩排吧。去排一下，走吧，走走走，哥 ，OK， 来，来吧，出发。迫不及待，来吧！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哇，那个舞台好好看啊，真漂亮！那个舞台不错吧？好像花仙子哦。就是因为也挺有趣嘛，是那种丛林的感觉，我们是原始人。森林吗？我是说花仙子，我们都是一朵朵花儿。野花。野玫瑰，我们是野人。我们要不要看一看啊？对，这位看一下吧。好啊，好呀，好呀。就是我们之前搞的那些主题，主题对。来来来来，来这边，我们都是一个 ending 嘛，就让观众来看看我们全部搞过的活动。这是我们之前搞的活动一些摊位。这是回忆杀。这个游戏机童年吧。还有这个茶档，这个茶档呢，国风的都是。我告诉你，对，你们功夫茶，对那个特别难。哎呦，还有，对对对，左手一接就对了。然后那个是我们宠物主题的那个走秀的那个T台，对，这个猫，这个狗，这个是不是我们的小野？小野是吧？对啊，我刚刚想说小野。对啊。野品有趣。笑，来到我们节目，就是我们要把你这个野勾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集都挺成功的。营造一下演唱会的气氛，快！气氛呢？啊，我们气氛组现在。那我们要不走一下啊？对，可以啊。音乐准备好，三、二、一。是可以，在耳返里面的人是可以大声一点吗？我觉得，我觉得大爷觉得我每一个人的风口要大声一点，谢谢。啊啊啊！喂，你们要一个一个上吗？嗯，要不你们五个人一开始坐在台上，是不是有点一直不动？一个一个上啊。一个一个上有点不太好。还有合唱。但是我觉得最后呢，可以往下走。就拉下去，对，因为到你们对最后那个拉拉拉拉的时候，新的编曲是一开始只有鼓，然后等着乐队一起，你就直接往下跳，跳下来都可以了。可以，可以。
拉的时候，我们真的可能站出来或者跳下去，我们不知道。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做什么的，我们就野一点吧。我怕你镜头跟不了我。要不这样吧，我们到时候我们先五个人全部都坐在这个台子上。哦，我觉得可以。然后谁唱谁就站起来往前走，慢慢的去集合吗？啊，谁在唱？哦，不好意思，佳姐这里。不好意思，开玩笑，这是什么？谁在说话？在你四点钟的方向。对不起，没有，我是觉得我们一开始如果所有人站的都尴尬的话，我们就先坐着，然后一个一个谁唱就往外走。所以唱完之后就不用回去，就站在这里。不用回去，不用回去。所以牙牙就是在第一个副歌才进来加。副歌我就跟你们一块。副歌的时候可以。好。我们还是跳舞的，这熟。对，是，有和没有就不一样啊。嗯。其实我们走上来的时间还好，第二段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歌先唱，对吧？是。然后你先唱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有一个什么对席上的变化，是或者你走到外面去，你跟他们去打招呼，让他们啊尖叫，然后我们在后面，我们四个人有一个位置上的交换。嗯，可以啊。然后歌在前面。可以，这就我在我上去。我们两个站在一起。我们互相调位置去跟我们斜前方的观众去互动。再换。对，我们这样换交叉。哒。然后歌在前面唱，然后那我就不换了吧，你就换，我也换。对，然后唱到副歌的时候，我们再整体然后就开始分散一点，然后再就在往前看，这种，我试这个感觉。我们如果坐在这儿，这不行，这地方。他，而且他喷的。哦，对，那个喷的。嗯。咱们确定一下那个喷的时间点吧。我们就拉，但是我们拉的时候要跳下去吗？对啊，我们拉的时候会有很多。但其实说到了吧，能插得过去，能插过去。这样，三个男生跳下去，我们两个站上边。可以。我们不要中间突然再喷一下，我们把那个变成 highlight。我觉得不管任何节目、任何演出在举办的时候，肯定会出现形形色色不同的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能发生问题，肯定我们的出发点是奔着好，大家都想要做好一样东西才会发生问题，所以希望就是各自加油吧。或者我还想了一个方法，最后的那个安定的时候，你们两个女生在上面，我们男生跳下去，跳下去安定的时候，我们要回到这个地方，我们三个人一二三个人站着，你们俩得靠着，我们就一个安定就 OK。 OK， 好，我们再排一次。 OK， 好，来 DJ。见了你剩下的风景，月姐特别紧张，你不能唱错，你唱错了，他全国上下的老百姓都能听到。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创作彩排，其实各个环节都没有准备充分，就有点担心这次活动能不能按照我们的预期顺利进行。其实呢，策划这个音乐节就是想给观众们呈现一个完美的现场，如果唱错或者动作出错呢，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遗憾，我还是想把这一次收官表演做到最好，不留遗憾。想笑的朋友们举起你们的双手，有点跳。你今天不是说问我们第一天见到对方的时候那个情景吗？在这里，就是这个集装箱。他那个集装箱能打开，咵嚓一下打开。哦。哇！哇，太厉害了！我那么久。哇！刚认识的时候，大家还都很拘束，现在开始啊，拜拜。现在开始，突然的感觉变了。你进来，张嘉元。我不要。进来。不要。等会儿捂痱子了，得盖两层。可
以这样，不会被蚊子咬。张嘉颖，你现在笑的有多潇洒，你一会儿笑的就有多惨。不知道前辈的厉害吧？下战书。还是喜欢那种刚认识时的啊。你好，你好。略带。你好，你好。Hello。你好。Hello。雅雅。Hello。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我们一起回去收拾一下东西吧。哎，今天是真够累的。累了，累死了。累了。出了一整天的汗。是啊。现在都躺下来了。哎呀，但晚上不得不说还很开心。明天音乐节演出结束，估计就不回来了。那今天就是我们最后一天在礼遇空间呢、啊，是不是可以最后一天，我们可以就是带走一点东西？哎，可以啊，可以啊，我觉得可以。那我肯定选我的鸡，我的尖叫鸡啊，可以。哎，我想拿这个，你看，要不就这个电音蝌蚪，还有这个集结号，我都好喜欢。这个适合你，我都拿走吧。对，就适合你这个。别吓到谁。这个车模也不错，可以带走吗？这个车模不错，我挺喜欢的。车那个能不能说是带真的回去？可以可以，以后永远沃尔沃。我有一个特别想带走的东西，你们还记得这个吗？这是我们当时那个写那个天使那个天使。我们的那个守护天使。张嘉颖，这是肖哥。肖哥，这是小婉。哇，哥有时候这样说。对对对对对对对。头发有点乱啊！哎 ，OK OK， 好看，头发做的真好看。这张是我的，因为那天，是 Kiki 姐守护我，她抽的是我的这个名字。对啊，哎，那有哪个女人我没见过？我带你，来，先上右手、左手，小的，小的，你就想打一打小指，右手、左手，小的，小的。手手左手，因为我本来是很恐惧舞蹈的，但是他教了我之后，我觉得我是我自己的一个突破。我都是觉得我自己跳舞也没有那么烂了，就是还是可以的。不烂，哎呀，不烂不烂。我们跳的不是那个技术，我们跳的是演。我们跳的是看你敢不敢。对，那天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突破，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纪念，我就想把它好好收藏，以后能激励自己更加努力。可以可以。佳琪姐一直在教我，然后那天我就很感动，因为你自己对自己没信心的时候，然后有人帮你吧，其实是记忆特别深刻的。本来之前觉得我不可能跳舞，但是那天跳完舞之后，我跟我朋友潘锦琪说，我跟你一起去学舞蹈，就是觉得尝试了以后，其实没有自己想那么可怕，其实有时候可怕的只是自己的心魔，你自己打败了他以后，就觉得战胜他其实很简单，所以就爱上了舞蹈。从这个节目以后，所以我就打算去练练舞，下一次就去验你们。这个拿走，这个照片墙也很想、很想拿走啊！你看我们的合照，你看那时候多开心。开工第一天，我的车也来了，我们走吧。哎呀，走啊！气势不能输，装一下我的气场，吓吓他们。哇！哇！来喽。不说话。来喽。怎么了？来喽。稍等一下，不认识，先对一对，对一对。就是因为拿着这样背着它，是也是一个装饰品啊。对啊，很大，这个。很大，那好吧，那这个你装兜里。公真。公真，你要给我讲公真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选上了那些，同学们，他们可以拿这个入园。对，我们就给他们折小星星。你会吗？我会呀。你会吗？我比你强。欢迎大家来到《童年回忆录》。来来来，小乖乖，宠爱一下。肖阳姐，肖阳姐，要被超越了吗？肖哥，您是不是养了很多的猫猫狗狗？您很喜欢动物是不是？我超爱小动物了。
我养了11只动物，他们遇见你真的太幸运了。我也幸运啊，因为他们也同时都给我很多的陪伴啊、陪伴鼓励啊、力量啊。我觉得小动物真的是要给咱们特别特别多的陪伴。我觉得咱们就是所有人都应该善待小动物，是不是？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好，姐玫瑰也挺有趣。跳到你们队，眼冒金星。花丛，不，不。出发，走，去排舞，走，出发啦，出发，出发，走嘞，出发，出发，走了，走，拜拜，走，哎，东西，上车，一会儿见，一会儿见，拜拜，拜拜，一会儿见。就一个人拿走的话，好像很自私，因为都是大家的。大家的，我觉得可以摆在这儿，我们过一段时间再约大家一起来看。可以，是吧？哎，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就是小婉呐、啊，她不在，是啊，还记得她第一天来，把沙发区搞到乱七八糟了吗？哦，记得那个喷泉啊，沙发，我觉得这个空间就是让大家休息嘛。对，休息同事之间就是不想交流。反过来他就是尖朝上哦，就巨喷泉。对、对，多实用啊，这都多艺术啊，谁需要桌子啊？这绿的吧，亮一点。这个额正好跪在这许愿。不对，我觉得放在下边这个地方它不够宏伟，不神圣。对，咱把这沙发把它全部拼在一起之后，把它放在这个，他得拿那个板子。就是你可以进去休息，这还能进去？哈哈，我进去看看。下一把，我小的时候很喜欢这种感觉的地方，我希望有这样的秘密基地。好了，现在我们准备把沙发合起来。神经啊！我们简单还原一下呀。可以了，来吧，不是，我们一起来。那天是哪责任呢？我还记得，我还记得，我还记得。来，你先来，你先来。这样，对。然后这上面有只鹅吧？对，鹅，鹅在下面，鹅在下面，对，下面，鹅在下面摆烂。心玉在这儿吗？对，把夜明珠摆上。哦，哇，那青蛇白蛇，这个好丑，这个好丑。哎，这个，这是我们的重磅嘉宾，要在这镇守。我拍照啊，好可爱，必须得拍一张。小婉，看见没？这是我们给你复原了。这，你不在了，我们就起码就帮你一个小愿望。好了，差不多了，我们早点回去休息，明天音乐节加油。走啦！哈哈哈哈哈。这是我们的那个跳舞那个，对，硬柿子，我们的获奖勋章。这个必须拿走。这个画我也想拿走，其实，但是它有点太大了。这是 IP 形象，这就放这吧。那就放这儿吧，当我们的镇馆之宝。对，小李小鱼。认真，哎，夏云轩，来，哎，咖啡机，咖啡机，哦，咖啡机，烤箱，烤箱，冰箱，我要冰箱。快给我看翻到柜有没有这块的房产证，好吧？哎，真的是，这是都是满满的回忆呀。对啊。